있습니다. 这球很可惜啊，对于盖德来说，在反手网抽完了之后，脚下滑了一下，很可惜，没有办法在这里得第二分。这两个运动员呢，在团体比赛里边都输给了林丹，啊，林丹赢朴成焕是2-1赢的，赢乔菲克是2-0，漂亮。